萎农，我眼睛向着你，你眼睛也向着我，所以我只好请你上来做这样的分享，感动的分享。这个也就是很少，就是因为算是第一次有这样经验，就是会亲手去抄圣经。因为以往读圣经的感觉就是读过去就算了，然后有时候一些字句不是很懂，这样说，那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在这个礼拜，就是在这个抄的过程发现，事实上圣经当中，事实上很多字句都是，发现自己真的很不了解，然后也觉得以前读经是很真的很马虎这样。觉得自己读经的态度可以再更矜持一点。抄写经文的时候，上帝的灵是跟你同在的，感谢主，赞美主。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下那个经文哈。我们现在这个是还是在讲约翰福音16:24，这个还是在讲福音是什么哈。那这边下面又是另外一个题目。好，那我各位都有抄写经文的吗？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念好了。好，大声念哈，把上帝的话勇敢大声的念出来。大家一起念。上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最近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先主，因为我的是中文译本，所以我方便跟大家念出同样的声音哈。好，那这一个小题，它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祷告蒙应允的福分，就是经历到我们上帝是活的。是，我相信很多兄弟姐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祷告蒙应允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像早上牧师分享讲到分享的那个牧师，他你看他一生当中，他祷告，然后他蒙应允的这么多好几万次，而且最主要他祷告都不是为自己而祷告，而是为别人代求代祷的。是，好，那我们就是福音是什么？最后一下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蒙应允的福分，好，就是在经验到上帝是活的。好，那我们下面哈这一题，我不晓得刚刚是几分钟开始的。好，如果时间到，稍微提醒。20分开始的吗？好，那就25分了哈。好，我们看第二题，撒旦怎样使人不能明白福音的本质？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抢救灵魂、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圣灵在做工的时候，邪灵就也是在做破坏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哈，了解撒旦他怎样使人家不能明白福音的本质。我们有知己知彼，我们才能了解撒旦，我们才能够做怎样的一个方式。好，来跟他退出，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他这边有些，第一，那我们这边他是没有经节了哈，那我就把这个这几项都念出来。第一，把福音缩小成，大家务必要抄写哈，把福音缩小成灵魂的得救，灵魂的得救。他把福音，撒旦把福音缩小成只是灵魂，单单灵魂的得救而已。那怎么说呢？因为撒旦他一直在迷惑人，撒旦一直在迷惑人，你就抄在下面那个直线下面哈。撒旦一直在迷惑人，让福音缩小，说福音不只是灵魂得救、上天堂而已。撒旦一直在迷惑人，让福音缩小，其实福音不只是灵魂得救而上天堂而已，福音不只是灵魂得救上天堂而已，而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皆得救。可能太快了吗？不只是灵魂得救上天堂而已，
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得救，更是让人活着。等一下，好，而是过着，一切怎样？而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得救。一切都得救。嗯，然后下面是更是让人活着就享受上帝。我再念一次哈，享受上帝。我从头再念一次哈，把福音缩小成灵魂的得救。下面就写，撒旦一直在迷惑人，让福音缩小。其实福音不只是灵魂得救、上天堂而已，而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皆得救。更是让人活着就享受上帝。清楚吗？好，那第二小题就是把福音当作伦理道德的规范，伦理道德的规范。撒旦只是把福音当作伦理道德的规范，其实不是的。福音，撒旦把福音认为是活着只要正直良善就好。下面就写这样子，把福音认为是活着只要正直良善就好。把福音认为是活着只要正直良善就好。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良善就可以得救，圣经没告诉我们良善就可得救。而是要因信得救，而是要因信得救，因相信得救。而是要因信得救，凭信心活，凭信心活，义人必应得生。义人必应信得生。对对，得永生。好，再从头念一次哈。福音，把福音当作伦理道德的规范。把福音认为是活着只要正直良善就好，圣经没告诉我们良善就可得救，一定要信才能得救，凭信心活，义人必因信得永生。接下去好吗？可以吗？还是有问题没有抄到的？你可以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良善就可以得救，然后嘞，一定要信才能得救，凭信心活，一定要信才能得救，凭信心活，义人必因信得永生。好，第三小题，把福音当作学问的对象。把那个填充格那边写学问，学问的对象。撒旦把福音缩小成只是听啊、讲啊、很多论文著作而已。撒旦把福音缩小成只是听啊、讲啊、很多论文著作而已。好，这一题就这样子。缩小成只是听啊、讲啊、很多论文著作而已。缩小成只是听啊、讲啊、很多论文著作而已。好，第四小题，把福音当作社会改革伦理或哲学。
把福音当作社会改革理论，不是伦理啊，不好意思，把福音当作社会改革理论或哲学，也就是撒旦把福音把它说成它只是一个社会改革家所倡导的一些言论，把耶稣想成社会运动家，福音把它说成社会改革家，把耶稣想成社会运动家。总统。OK。福音把它说成。福音把它说成。这是撒旦的诡计，就是把福音把它缩小成，他只是社会一个改革家。好。对，把耶稣想成他只是社会的运动家。这是魔鬼的诡计。社会运动家，这是魔鬼的诡计。好，第五小题。OK， 好，把福音当成当把它说成社会改革家，把耶稣想成社会运动家。这是魔鬼的诡计。好，第五小题，把福音当作只是求福分的方法，求福分的方法，只是求福分的方法。下面补充哈，只要信了耶稣就得好处，只要信了耶稣就得好处，只是祈福的方法工具而已。祈福的方法工具而已，工具而已。其实不是哈。福音，如果我们不真正去明白福音，如果不真正明白福音，我们是会失败的。真正明白福音，第五，如果不真正明白福音，我们还是会失败的。那这边有问题吗？好，只要信了耶稣就得好处，只是祈福的方法工具而已。其实不是的哈，如果不真正明白福音，我们还是会失败。魔鬼用尽方法使人扭曲福音大能。魔鬼用尽方法使人扭曲福音大能。好，这一题就这样子。魔鬼用尽方法使人扭曲福音大能。第六小题。如果不明白真正的福音，我们就成为人生的失败者。第六小题，我们就后面那边写失败者。我们下面一定要写，信了耶稣生命中更要有福音的能力。信了耶稣更要生命中有福音能力。信了耶稣更要有生命中要有福音能力。信了耶稣更要生命中有福音的能力。
对对对 ，OK 哈。生命中更要。因为我们去上课，他是一个牧师，他来翻译的，所以有时候会写的有点怪怪的哈。真的自己把它理出一个你懂的一个句哈。信了耶稣，更要生命中有福音能力。每天打开门就奉耶稣的名。每天打开门就奉耶稣名祷告，奉耶稣，不是常常奉耶稣的名祷告。每天打开门就奉耶稣，每天打开门就奉耶稣名祷告，奉主名宣告。奉主名宣告，得着丰富财富，丰富财富，得着丰富财富，赶走贫穷，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哈，得着丰富财富，赶走贫穷，得着能力。使得人如鱼，如鱼，好了吗？有什么问题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二大题，撒旦怎样使人不能明白福音本质的一个六项哈。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好，是。第一题空格是灵魂的得救，就灵魂得救，灵魂的得救啊。得人如鱼，得人如鱼，你有福音的能力，你得人就像鱼一样，我们鱼不要去用钓竿来钓，我们用撒网的更快。嗯，得人如鱼，渔夫的鱼啊，就像得鱼那样子，很多。那下面的分享哈，我们分享，我都想说留到下一节来分享好了。你们回去把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好稍微思考一下，好做简单的一个分享。好，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刚好时间差不多哈。好，谢谢，感谢主。我们感谢神哈，那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愿意每个团员愿意拨出时间，分别为圣来到这里。那我们今天我已经这样社群哦，看到一个新成员。我们的倩倩阿嬷，来，我们一起，大家就在旁边的，我们拍手，那我们去跟他握手，说欢迎你来，好不好？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对，欢迎你来，哦，这个新团员很主动哦，跟我们握手，大家都不陌生，好，我们欢迎倩倩阿嬷回来，我们好高兴看到你，感谢神，好，那。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我有一些事情要报告的东西，我想先挪后，我们先来练一个，因为2月8号我们要感觉到上台唱歌，那我们时间我们先交给，好，那顺真方便现在带大家练歌吗？可以吗？我可以问一个小小问题吗？有没有人已经把自豪的朋友背起来？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好，想太多。想说备好的送一支棒棒糖。我有糖果。对，下次还真的要背了。啊，真的吗？啊，没有什么想法。根据你要先练还是让孙真先练？啊，我先练。你先放好。好，我们先来念一下五节啦，好，我们这一次终于
选到一个 CD， DVD 是不挑片的，上次挑片挑得很严很严重。那我们上一次呢有讲到音色的问题，我觉得很 OK 哎、欸，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一边唱一边有在听彼此的声音哈。然后我们也请男生哈，男生其实你们可以彼此的对唱，你们很难做到这样哈，就是看着一个男生。嘿，刚一在唱歌很少哈，你们比较喜欢对着女生唱，对不对？对，这有点难哈。不过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听到自己的，就是听到对方的声音，然后你也会去修饰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学习的。啊，你讲起来那是简单的，对不对？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觉得很难。就当你一边在唱，然后你又要专心在自己唱的那个旋律上面，你要去注意自己的音色，你又要去听到别人的音色跟那配搭，很难。但是我们就是总是开始是一件好事，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学习，好不好？哈，我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回音？我们跟 CD 走一次，好不好？要人声的吗？不要有人声的，我们都听伴奏就好，然后我们是听到自己的声音，那边的声音是最好的。哎，不过我们这样做是没有办法。我们先这样试试看，好不好？因为这样变得只有我听得到你的声音。顺真，到时候我们也是每个人一支麦克风吗？对，有事。Thank you.